这些狗粪色哦，这龟缸最起码甜呀。这一个最扯的是这一个浮盘，好，这个浮盘位置原本它应该离岸只有大概20尺左右而已，看现在水位上升之后，它已经跑到盘中间去了。哎呀，就代表盘面上已经很明显的上水位上升了。对。三级警戒吗？应该都招出来吃糖。那我们所以我们就找一个比较广阔的地方，而且跟人接触比较远。